全委的警报已拉响，四川乐山全委的警报已拉响，家人们注意。今年子最大的一壶水，已经安。进去了，你看后面嘛。我这看那都是给过子，那都是来屋里给过子。你们过子看一下。管他呢，轮不到他干芒果。那都是其他的了。好好好，掉完找了四个房子了，找了四个房子了，咋子有点凶哦？这个水车凶得很喽。那是贴吧那层，那么远的嘛？四个房子。这种那超级超级那把子沉。现在哪一个车就是改哦？就是那那现在那个手环手机人就是改，哎呀，我就不是的呀。那你不行，你要来看嘛。你我都走了几十年，我还请不到呢。那现在哪有人多高那个去？而且那走那街那地面下来，哪里人多高？嘿嘿，你看老龙王是不是睡着了，忘了关阀门了？我操，下大了！我去。
好嘛，看我们的泥浪，这个车都冒头到哪儿的，真的找不到位置了，成了海了，真的妈呀，房子都冲就跑完了。看一下这个水儿有多吓人，有多恐怖，还继续的涨。妈妈搬家了，全部准备搬家了。老婆，哎呀，哎，放好你看，八条老爷，这里八条老爷，不是老么？哎，你在，我。哦火哦火哦火！啥子哦火？我把春花烧春花了。二桌子。哦，下一把桥又挂断了。